说什么来着？有没有人教我一下？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宗泽，我来时装周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宋祖儿，我和红秀一起来时装周，嘻嘻嘻嘻。需要表现吗？不用吧，我不需要翻跟头，就是最耀眼的嘛。现在要去看瑶瑶，不行，长了三个多也是依然美。毛，你要记住今天，然后我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，我要去买酷皮。庄园女主人发火，是因为这个人吧，话特别多，然后他一直在我走路说叫。请你离开我的庄园好吗？呱走，还不走，还不走，走不走，走不走，我要种红豆的，拜。你们想知道我庄园里种的是什么吗？是我庄园里种的是红豆和葡萄。我发现有点饿，你知道吧？我投诉红秀。前几天我们容易吗？好的，好饿，但是我还是没有瘦到85斤，这才是关键。87斤，但是已经是我的人生巅峰了，这辈子都没有这么瘦过，除了小时候7斤8两的时候。哎，把我的火锅拿出来好吗？